好，我们这边还没过吧？先去这个地方。怎么会枪声？男子在哪里？哦，在这边啊！我要怎么过去那个地方？ 先来捡这个好了，直接骂他的艺术品超丑，超丑。可是那个幽祭子有说过，骂他们完全没有用，因为那些精神病的人都以自我为中心。他在哪里？啊，爬上去了，我要救这个黑人哥。 盖都被差点被打到，结束了吧？好，赢了吗？盖也太多了吧，我没有子弹啦！ 早知道不跟你玩了，浪费时间。要死了，大哥！嘿嘿嘿嘿嘿嘿嘿！有有有，这里，快点，快过来哟！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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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哎、欸，来人啊，送点子弹先，好吧？我现在只好强制做子弹了，虽然很浪费啦。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哦！哎、欸，这有子弹哎、欸！原来这里有子弹啊！这边哦，靠背。烂游戏，烂游戏，这干员也太烂了吧！啊！ Sounds like someone's in trouble. 真是够了。Damn, he's gonna get mobbed. Laya, Laya. Maybe I can get the jump on them. 打不到。开门找死。我觉得我救他，他会送我好东西哦。我一定要救到他！哎，僵尸都不见了，我可以不要帮你吗？我先捡东西哈，应该是不会直接死吧？好，哈巴杀死了，好了吧，结束了吧？没了吧？好，结束了，结束了，太好了，太好了。Save my ass. I didn't think anyone would come. You're from the search team. 从小都不怕火，靠。I was looking for something. 黑人哥，那枪法那么烂，都乱射一通。
Come to my safe house so we can talk. 哦，他有他的避难屋哦。 Yeah. Come on. 哦，他的避难屋是在那里啊。文来路处。这边有一只。 但是我过不去，先去避难屋好了。嗯，手枪子弹。哦，这是他们的绿色任务，支线的。 You survived the beacon incident, right? How do you know that? I'm a STEM programmer, but I've got other skills too, like hacking information systems. I know all kinds of things that nobody else knows, not even other members of the team. Then you know who Lily is. Yeah, we're all trying to find her. Haven't had any luck. That's why you're here, huh? That's right. But if you can't help me with that, then we've got nothing else to discuss. Good luck. Hey, hold on. We might still be able to help each other out. This better be good. Look, there's a bunch of stuff in here that you could probably use. 他刚跟我谈条件啊。You can have it for saving me out there. You want to hear my proposal? Come on back to me. 哦哟，他说什么东西可以给我？哦，这些啊，就一个而已吗？哦，还有这边还有很多。哦，好多啊！呀，应有尽有，爽。 Those are locked, but I could get it open if you're willing to help. 干，妈的贱人！我是男主角呢，快帮我打开！啊，一定要帮他解任务，他才要帮我开就对了。所以说，我们要先回去古洛，是不是？我要怎么回去啊？这边又不能直接做个传送。 啊，大摇大摆走回去，烦死了！算了，也只能这样做。最后生还者，都还蛮像的。莫比乌兹是我玩一个人的角，一个游戏的角色啊。你有亲戚叫老头吗？没有啊，老头又不算是一个亲戚的称呼，顶多算昵称而已吧。 弹药包，哎、欸，这好近哦！先拿这个好了。哦，怎么了？完了！感觉不是很优哦，爆成这个样子。哦，原来是这里垮了啊！我还以为是发生什么事嘞。 那家伙在哪里？我要试试看我的新技能啊！看到看到了，我要怎么使用这个新技能呢？干，该不会两只吧？哇哇哇哇哇！情况危急！有，哇，我没死！哈哈。 果然还是要两刀啊！脚包升级，捡到了。哎、欸，不要让我卡住啊！我捡东西啊！哎、欸，他过来了。Gotta be more careful with these things. 哈哈，干，直接跑过头，笑死，笑死了！我刚刚没有按好，他直接跑过头。嘿嘿嘿嘿。啊，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
再一次啊，再一次，再一次。啊，不是按 E 吗？怎么变 F 了，大大？啊！再次，再次，我就不相信。勾几拜，勾几拜。这个技能好烂啊，不好用。嘿嘿，唐老鸭。哎，算了。难用死了。那直接跑到面前。可以传哪里？有记录档吗？会啊，会有记录档。好，我们现在在哪？要走到这个地方，要走回头路。又要走回头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先去做子弹才对的。好吧，算了，没有子弹也没差。哦，原来你在这里啊 ！Hello， 你好吗 ？By the way， 你看，死鱼眼。吓人用的，在哪里啊？这里吗？好，从这里出来。应该回头路不会有再有僵尸了吧？就觉得这边该打的东西都打，全部都打过了。再来就太不对了哦！哇，这里开不起来了。还有哪里可以走？必须走这里。哦，这是之前遇到那个加明的时候，超大型加明的时候。我们又回来了。哦，是这里。我来了。哦，有人要操控这台电脑。嗯，然后他这个到时候会帮我解开吧。好，送你。帮他输入一下，帮他连线。你到底有没有在打啊？你的手指根本就没有接近这个键盘吧？奥贝莱，好，启动了。Seems like that worked. Yeah, yeah， 送什么东西给我？呜，好烂的感觉哦、喔。哎、欸，敌人呢、欸？怎么会有敌人？我听到声音了。还你！哦，居然那边有一只啊，在那边舞动舞动身躯有没有？在那边跳 popping。好了，这样是算成功了吧？那我可以直接回去了哈。可以拿斧头，这一只
我有没有走错路啊？我有走错吗？我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走错路了，好像没有齁。我为什么跑到上面来了、啊？干，我真的走错边了吧？我走错边了，抱歉。我可以从这边跳下去吗？学刺客教条。用火焰枪，有火焰枪就爽。可是那个不能乱放啊，要善加利用啊，不然的话，弄在小怪身上实在是太浪费了。先洗澡 ，OK 啊？加名是什么？你那个在 Google 上面打加名的味道，你就知道我说什么了。以后老头看到白色粘液都会叫加名，不见得啦。太扯了，是故意的吧？叫屁叫啊！我想杀了他们。哇，那个血喷到我身上，然后呢，过一阵子就消失了。怎么好像还有一只的感觉？怎么现在还有一只的感觉？也在那边哦，靠背。这个就直接上了啊，我有斧头。叫你吃啦！去死啦！武装一样，双胞胎，全部都一样好吗？三胞胎好不好？你看，连这只也一样。啊，他们的怪物的那个服装都是基本款的，啊，不是特殊的。你看这个也是一样，只是身体扭曲了。啊，这一定是擅长跳芭蕾舞的朋友。太擅长了，应该可以直接开门过去到对面了吧？不行，气氛恐怖，还行。某一些场合压迫感蛮重的，有一些啦。又来了，噎到啊！底嘞，到底是噎到还是怎样？在那边，我将火焰枪直接送他一发，看会不会直接把他打死啊？啊，果然一发秒，太棒了，省事多了。这种中型怪，一发直接秒掉，碎啦，开心。这小号，这不是一成余生的吗？但说不出来地点，总之这看起来挺酷的，于是你决定保存在你个人室。一成余生的彩蛋呢、欸？干，随便摸到是怎样？好笑、啊，要藏彩蛋在这里啊、喔。卷毛，不要在这个聊天室里面讨订阅啊！你讨订阅又没什么用嘛，对不对？你就算你得到订阅数，你没有作品也没有人会去看啊，对不对？讨订阅没有什么用啦！啊，老头在那边跟你讲，讨订阅真的没什么意义。Hello。
你看现在有人订阅你，但是重点是订阅你的话也只是数字啊，对不对？不会因为订阅你的频道然后喜欢你的影片吧？要人家订阅你也是要拿出实力来啊，跟人家要这种东西，别人也只是看你可怜然后订阅你而已啊，并不是喜欢你，并不是喜欢你的作品订阅你嘛，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箱子。哎、欸，终于，哇，零件好多、哦。哎呦，消音枪哎、欸，这把半自动消音枪能降低枪声，但同时也降低伤害。若小心使用，可以单一对起群体敌人。呜、哦，终于有武器了。感觉很屌，我们还是先换回换消音枪，不要吧，伤害降低觉得很靠北。我们先不要用三连发好了，每次三连发都射不准。我们改成原本半自动的好了，然后好先这样子，反正伤害好像都差不多。The server is online. Yeah, I'm already in. I unlock. See if you can open that one there.好，结束了耶！ Yeah! 给我了一把消音枪。好的，方舟好想玩哦，就去玩啦、啊。这游戏没有躲的地方哦，有啊，现在就是躲，现在在避难所啊，哪有没有躲？以退天退定犬毛。也太残忍了吧！好了，现在呢，我们要去摧毁做一个……哎、欸，不对，我们要去某个屋顶上面开箱子，可是我忘记那个屋顶在哪里了，要稍微找一下。哎、欸，这边有个斧头、欸，哎，哎，可是我斧头有多一把了，身上有一把斧头了。那个屋顶在哪里啊？会不会是这个的屋顶啊？我看一下。哎呦，这边有个尸体是怎样？哪一个屋顶啊？是这个的屋顶吗？巴士附近啊？怎么会在巴？这是怎样？哦，原来我走这么远了、啊。我来看一下这里好了。哎呦，他拿那个尸体在那边玩，玩很凶哦，玩老鼠跑超快的。也太多了吧。干嘛啦？你有事吗你？哎呦呀！哎呦哎呦！啊啊！哎，没射箭，没有射到，没有射到，没有射到！啊！嘿嘿。他怎么会知道我在那里啊？天眼通吗？还有一只，那边还有一只。哦，是斧头、哦，还赚斧头了。
原来这边那么多东西可以拿。Yeah, baby. 啊，干，死定了！还有心情找垃圾，白色的平台贩卖机附近。好，我大概知道在哪里了。我先来这边会一会，逛完之后，我们再过去那个地方，去屋顶开那个箱子。我来这边收集东西啊。有，好多、哦！哎呦喂啊！啊，为什么又没发动啦？烂技能，储藏室的钥匙，可以打开这个邮政宅配办公室储藏室的门。哦，原来钥匙在这里啊！还有没有标记那个在哪里？频率共哦，这个是那个搜寻的。什么？不会又来了吧？那个笑声，该死定了！你该不会又跳下来要杀我了吧？准备一下，看到这台车了没有？我就感觉他等下会从这边跳下来，那个女的又要出现了。哪里？在哪里？怎么了？哦！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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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球卖球！怎么没有着火？哎，他没有发现我哎！被发现了 ，Hello， 今天过得好吗？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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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背，太高了，捡不到啊！哎，我把那个射太高了，我捡不到，哎，我要死了。太高了，捡不到啦！鱼叉枪，鱼叉枪，鱼叉枪，鱼叉枪！着着火了，着火死了死了死了！哦，天哪！哦，我要把它捡下来。哎、欸，大大跳一下啊！你明明跳起来就捡得到了，快点啦！不要耍白痴，快点！你有看到那种明明就是可以捡的东西却捡不起来那种感觉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不是要你隐匿啦，
怎么办？这个没救了吗？点不到哎、欸，怎么办？原来在后面。对啊，虽然这只是游戏，却不是闹着玩的，吓死人啊！我们要放弃了。应该在这里。靠近那个眼睛嘛，那就是前面这一个了。是这一个吧？蓝色眼睛的附近，哎呦，看样子不是这里的样子啊。在哪里啊？它是那个楼梯是在外围还是在房子里面的啊？我真的忘了哎、欸。旁边一堆车，偏偏不要用跑的，会不知道啊？那就没办法，只能用跑的。杨安你好，那你车子。车子也没办法发动吧？我们已经靠眼睛很近了，可是我觉得应该不会是前面那一栋吧？还是那个咖啡馆啊？是这个吗？我觉得我们每一栋都去观看就知道了、啊。公车，好，找到了，在这里。这边，这边，这边，耶、yeah! ！太棒啦！耶、yeah! ！为了这两样破东西，为了这两样破东西啊，我找那么辛苦，好了，可以滚了。